海外的粉丝朋友们好，我是姜真宇，在《少年白马醉春风》中饰演的角色是伊文君。上优酷国际版 APP 看《少年白马醉春风》，享受多种语言字幕，和我一起体验江湖的精彩。你给我讲讲外面的故事吧，等你讲完，我就放你走。我很久没有离开这里了。我若说想带他出去，也不知道他肯不肯。师兄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而如今我是这笼中鸟，你是看笼人。如果我的人生也能像他们这样活着，是不是也能够这样恣意热闹？师妹。